老花医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。第一个臭宝说，藏珠花啊，叶子上面有黑斑，它是每周一次磷酸二氢钾，一盆有事一盆没有事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大家一定要了解，你像养长寿、养多肉哈，我不建议大家大量的叶面施肥，为啥呢？因为它吸收量很有限。再一个呢，它还需要一定的通风性。如果说你总是不通风，人那个之前有个花友也说了，就一个博主，哎，你们说你喷的上面叶子上面有小水珠了之后呢，是给真菌营造环境，你到时候它不就得一些黑斑了吗？一盆有事，一盆有事，那盆抗体不行，抗病能力差；另一盆没事，可能就是哎人能扛得过去。还有一个，你看你老往叶子上喷喷喷，喷的都是碱，喷的碱的不就不好吗？对吧？别总是喷了，别总是喷了。长寿花没有那么你想象的那么渴，肥料也没有你想象的需要那么多，好吧？现在这种时期怎么办呢？先通风，先给它干一下，控制一下病情。如果说不再再度的腐烂，你就不用管它了。如果说略干一下，你看它还大面积的开始要烂，你就给它开始上杀菌液了。你比方说多菌灵，或者说先拍的小粉末，或者是等等一系列的那种杀菌药啊，可以看药的一个包装，下面有写着啊杀菌剂，这些个都可以用一些，好吧？哎，下个臭宝，散尾葵如何施肥？需要用药吗？平时喷壶也喷过水，水大缺光通风差。你要把散尾葵想象成一个女神，一个大长腿，你给它喷水呢，就想象成什么呢？你再给它保湿。你保湿，咱们不就是对吧？空气湿度的一个原因吗？你喷水它能保得住湿吗？你娶个媳妇儿，大女神大长腿，她皮肤爱干，你拿个喷壶没事给它滋凉一下，能起到作用吗？对吧？这是空气里面干。再有一个呢？你还老是想着，哎呦，我怕它缺水，我给它整个大水盆子给它泡上吧。你个大瓷盆那么高，还多浇水，时间长了以后，它这个根它就泡烂了。你人不是咱们洗脚啊、洗手、洗衣服，泡的这个手不就发胀吗？时间再长了，它不就裂开了吗？不就烂了吗？所以说植物也是这个道理啊。你把这个用盆用土想象成你穿鞋穿袜子，你把这个空气湿度就想象咱们人对于这个空气湿度，对吧？你只要根系长得壮，它吸水能力强了，一般它能抵抗这种空气湿度。你别老是喷水，老是浇水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根源上就出了问题了，这个盆子它不适合，用它的土跟盆子的结合不适合。你想问我怎么办？就是把所有的残枝败叶给它修剪掉就行了，所有的不好的叶子全部修剪掉。然后呢，做的就是控水，先别老是喷了，它得过段时间还得黄一阵，每回浇水干湿循环。你用这种盆的话，浇水周期应该很长，有一个月浇一回水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好吧？加强一下自己的通风。你这是不换盆的一个前提。我反正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三下五除二给它换了，不建议这位花友乱折腾了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控水修剪，好吧？等到下回估计一个月左右该浇水的时候，配合一些肥料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干湿循环。老王爷看看，我的山楂花长花骨朵不开好几个月了。哎，花骨朵已经开不了了。茶花又叫山茶花，它在山上长。咱就说你这个阳台，你天天没事就浇水，天天没事就浇水，你多肉也被你浇死了，山楂花也被你浇死了。浇水干湿循环，干湿循环，就是就像咱们人一样，感觉到饿了再吃饭，感觉到饿了再吃饭，一直这么循环着来。你吃饭也有滋味，你吃的哎也香，对吧？也有这种果腹感。没事坐那吃，没事坐那吃，吃着吃着还能出去门吗？植物不也一个道理吗？山楂花为什么叫山楂花？在山上长。它空气流通很大，而且呢在山上雾气很大，你在底下看往上看的时候就是云，空气湿度很高，而且比较冷凉。它在山上的时候呢，它比较稀薄，它不需要很多的肥料，它透气性很好，整体透气性很好，再加上山上的雨水会比较多，它大致是呈一个弱酸性，这是哪都不具备，一个是强光暴晒，一个是空气干燥，一个是天天浇水，一个是积水沤根，没救了。这个换一个吧，臭宝。UP， 我的杜鹃花叶子黑斑中间黄是湿度问题吗？偶尔一两个问题并不大，养得比较棒，好吧，不需要管别的了。现在就是我个人给出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？您用到的是泥土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些个发酵腐熟的淘米粉去浇，好吧？你用的是营养土，我就不建议了，这个就别的就没啥了。用泥土养的本身就这么简单，发酵的淘米水给泥土用，锦上添花，是吧？画龙点睛。你要是敢给营养土用啊，雪煞加霜，好吧？所以说可以用发酵的淘米水啊，然后也可以多接一些雨水啊、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粪肥，那就比较哇塞了，也省钱，对吧？养得很好啊，偶尔黄一两个叶子你揪了就行了，没事。
下个臭宝，杜鹃为啥叶子灰扑扑的？又是杜鹃。您这个啊，就是积水闷根，通风差，根部啊一定要保持排水透气。你参照一下上面那个花友，你看他用到的这个盆就陶盆，虽然说人用泥土，但是颗粒度很好，是那种沙瓤的，对吧？人浇水还是能拿捏一个，哎，不干不浇，他不是说等干透了再浇，好吧？而且浇了水人很快的能立，参照上面那个花友好吗？你用到的营养土也是那个道理。杜鹃怕晒吗？你空气湿度很高，它不怕晒，就像人不怕烤是一个道理。就桑拿，就烤桑拿、蒸桑拿，它往里面加水，哎，它用这个蒸汽去蒸，而不是说直接坐那边就烤，明白了吗？看空气湿度啊。下个臭宝，老花友，我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？水大缺光，通风差。好了，反正来来回回就这事，你看到吗？不是积水没根通风差，它就是水大缺光通风差，你没别的事了。哎，再说一遍，把植物当成人吧，你把它当成人，你没事的时候你坐到你养花的那个旁边，你待一会儿，你看你舒不舒服，你感觉什么样植物就感觉什么样，然后把你用的那个盆土想象成你穿的鞋子和袜子，你舒不舒服，你不舒服它也不舒服，就完了，别的没啥了。如果说有其他的养花问题，臭宝们在视频下方留言，觉得不错，麻烦大家点个赞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就专一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